喂，你好，姐，你是重金求子那个吗？哎，我是嘞。那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咋占线呢？因为看到我这个广告的人太多了，比较多。那你没想到竞争还挺激烈的呀？那你这求子真的假的啊？肯定是真的噻，如果你有啥疑问的话，就再考虑一下，好不好嘛？不是，你别考虑了，这么多钱，那我肯定想勇敢献身一下啊，对你。但是你事成之后能给我多少钱呢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发短信给我发你的位置，我明天坐动车去找你，事成之后给你30万。30万，那前面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都被你淘汰了，还是我们到时候各显其能啊，搁你那儿。你说的是啥子废话哟？肯定到时候就找你一个人删，不然到时候那么多人，我二算哪个六？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姐。因为啥？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咱们到时候吧，我希望能去个好点的旅店，带窗户那样的。这个你放心吧，你贵姓呢？我姓滕。哦，那童先生是啥子工作的哟？童先生，我也不认识，姐。我给你打听打听呗，是我们老家的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你是不是姓滕喽？不是，姐，你这么问我紧张啊，是对咱们儿子姓氏有啥要求啊？我妈姓潘，那你看哪个行啊？我都行。你不要紧张，我随便问一下，那我二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老公姓的噻。你是做啥子工作的呀？我吧，多少跟扶贫有点关系啊，搁我老家这边工作。哦，公务员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们扶我。姐，那你要孩子的话，这个事儿你跟姐夫讲清楚没啊？那肯定想清楚了的噻。我怕姐夫吧，对求子啥的有误解，毕竟吧，大多数女的都是在寺庙求，哇，很少有去上宾馆求的，确实是。好了，这个跟你都没得啥子关系的，你管好你个人就好了。那我能问一下姐夫到底发生啥意外了，没能力了？主要就是他年龄有点大了，有心无力这个事情。你看那姐夫要年轻时候要一个，估计现在都得跟我差不多大了，他也不整。姐，要是咱没要上的话，我给咱爸养老呗，给你爸，不是，给我爸。你爸我爸的，你这个人说话咋个没得脑壳呢？你不要说了，你给我发位置，我明天就过去，你准备好好不好？就这样子嘛。好，那明天见啊，我姐。我给你发位置啊，明天见。哎呦，你在做啥子哦？给你打半天电话，你都没有接。我吃鸡呢，姐，我。哎，你不要说了，我这儿已经到北京了，在金台路这个锦江之星旁边有个烤鸭店。那你想吃烤鸭不？我给你买过去点啊。我们两个先做正经事情嘛，好不好？速战速决。姐，那说实话，速战速决有点难为我，其实，因为要不然你先打给我律师，打过去，我在这儿等你哈。啊，什么？喂，什么玩意儿律师啊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请问你是那个黄律师吗？我是青青给我的，你电话让我给你打一个。哎，我是黄律师，你就是那个何燕青的原主人，对吧？我不是援助他，我就是给他送点东西过去。那我啥，我有个问题啊，王律师。哎，你问，我是黄律师，不是王律师哈，不姓是黄。你，哎，那刚才那个王律师呢？一直都是黄律师，不姓黄哈，你黄王不分说。不是，行，算了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，房律师。我姓黄，哎，好，咱不管你姓啥吧，反正就是说今天过后，我和青青的孩子就变成那个富商的孩子了，是吧？对，主要是你们这个合同呢，就是说，第一是保证你这个通知发的生效，第二就是说，这个孩子过户之后是过户给何艳青律师的。哎，那个松子儿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那么有没有核桃法、榛子法啥的，保证一下子我父亲卖山货的权利呢？就他搁老家吧，他是卖山你货在的。搞笑吗？你在？我说的是松子法，不是松子法。你不要说那么多废话，扯皮好不好？现在交钱的话，手续费是3170，给你优惠点儿。哎，那3170，那行，那你就帮我捐给希望小学吧。完，剩下那30万，你就打到我账户里来就行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找青青了。不是不是，这个3170是过户费、手续费，不是从那个合同里面扣的。你需要交3170的现金给我。3170，你就把我儿子给过户出去了呗，就是。对啊，这是交3170就可以了。哎，那你这么的，你再帮我交1万，给我儿子上个保险行吗？我又不是买保险的，我只管过户。那你这么的吧，那你就从我那30万里扣呗，这3170，你这点账还算不明白吗？你就把剩下的给我转过来就行了。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？你这个人脑袋是不是坏掉了吗？你脑袋是不是坏掉了吗？你公差在这，人类的本质都是复读机是吧？你是不是语无伦次了你？喂，喂。